浩哥的三十五一起跳，不可原谅，可观看。对对对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。可是我没有录完。哦，你这你回去。想说这个重要时刻，国宏应该，我希望他自己上场。亚洲巡回巡回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没有，就是其实我觉得任何的机会跟任何的机会对我来讲，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试炼跟挑战，然后我就是很荣幸可以接触到这些机会，然后就尽量把自己的本分做好。那后台有遇到艾怡，有没有什么私下跟我聊天？就祝他就是要身体健康，因为他很忙碌嘛，对啊，所以就希望他就是身体要顾好这样子。看到会很害羞吗？很像小朋友。我觉得就当然一定会害羞啊，毕竟人家是爱我。你也是许光汉啊？没有啦，这样这样这样。而且在韩国人像跳蛮多舞的，还有跟着三日平一起跳，不可原谅，不可观看。对对对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。有人说法院见，不排除大家不要告我。那刚刚前阵子北影公布那个入围男主角，大家都说你是影珠。比赛就反正就有说有赢，对啊，我没有觉得要反正就要入围或什么，而且就我觉得至少就是博宏有进来。对啊，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，我有挑战到我想要挑战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足够了。那会跟博宏一起走红毯？可是我没有入围。哦，你这你回去？想说这个重要时刻，对啊，我想就是博宏应该，我希望他自己上场。